昨天晚上不是答应好我煮披萨的吗？嗯，早餐你想吃披萨的，那等一下你也来跟我一起做好不好？好。妹妹的话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个披萨就一直说想要吃，刚好去年买的材料还有，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下。先来拿一个香蕉做一个香蕉披萨。你走开点，你先不吃，你先不吃，你先走，你就来吃，做好了再来吃。走开哈。天阳，你来帮忙搅鸡蛋好不好？嗯。鸡蛋给你一个，拿两个吧。你到这里来，到这里来，你来打吧。我不敢打。不敢打，很简单的，我打一个给你看，然后你等一下你自己打好不好？嗯。这个鸡蛋都好像要坏掉了，里面都响动了。你也来看看啊，用力下，哎，再倒进去，捏一下。哦，没事，等一下，拿个纸巾来擦一下就好。弄了，没事，算了，下次对着碗里，知道吧？来，你再打一个，我来帮你打，来，这样敲一下，这样，你看，要敲了以后立马就放进来，知道吧？这不就好了？搅一搅，自己搅吧。你就一个人坐在这里玩啊，不许捣乱啊！现在把这个香蕉放进去。爸爸，好了没有啊？好，等一下，我来看一下啊。好的。来给我吧，你去刷牙。哦。刷完牙以后就可以吃了啊。你又过来看什么？啊，快坐。先等个8分钟。现在来准备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奶酪。爸爸，披萨好了没有啊？哪有这么快？你再等一会儿啊，再跳个火绳吧。吃之前动一动，待会吃多一点。欣欣，你就坐这里看啊，跳满100个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100个？一下跳10个，跳10下就好了呀。看上去不咋样，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的成品啊。现在再把那个奶酪再放上去，又来看，这样就差不多了，再来炸个几分钟。现在差不多好了，来给你们看一下成品。闻起来好香，虽然样子不怎么好看。好嘞，来坐这边来，拿凳子。你也去把你的凳子拿过来。来了，还可以吧？怎么一点看上去一点不高兴呢？一点都不像。哪里不像呢？这不是吗？我烤焦了。就是要焦一点才好吃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西西多捧场。虽然卖相不怎么样，但吃吃肯定还是很好吃的。你就不知道鼓励一下爸爸吗？我也搅了鸡蛋。你也搅了鸡蛋，你鼓励一下爸爸，爸爸才下次才会做得更好，知道吗？看上去胃口还不错，是不是？你看西西专挑大的吃。姐姐全部放到她碗里面去了。你看又放，全放到你碗里，你吃得完吗？你又还回去。春阳再见。